뭘 그렇게 얘기해? 감정이 내게 물어봐. 얘 붙여다 턱걸이 좀 해. 是其中最优秀的几个。 即使还有一亿人生，矫情的自由音乐不是要开始了吗？
可以得到额外积分。我向装备部打过招呼了，他们会开放练级装备的领取，你们可以尽情的使用拿手的武器。我亲爱的学生们，请你们尽情发挥，让我大开眼界吧。是怎样的特殊活动啊？在这一天，学生们可以自由的使用枪械，也可以随意的朝任何对象射击。算是一场校园主题的大型表演吧。没错，不过自由一日中大家使用的枪械和子弹都是装备部特制并发放。说到这里，真的有点心动。哎，诺娃，我和亚季可以参加这一次的自由一日吗？根据规则，今天只要作为被自由一日的三条特别校规，你们做什么都可以，当然也包括参加活动。那么，这位同学，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自由一日吗？亚季，这么着急吗？他可是刚刚拯救了学校的大英雄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。那就更要先遵守围墙了。同学，我们有幸和你组队吗？不答应的话，我们可是会失望的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